嘉义市政府为了提升嘉义有铁码头夜间光环境甲硬体的设施品质，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经费，获得交通部观光署核定新台币6000万的补助。第一阶段，西兴路站到民生南路站已经在3月1日开放使用；第二阶段，民生南路站到新民路站在日前也点灯开放。嘉义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表示，嘉义铁码头经过美园、公路、西子、红叶里四里，并延伸到水上乡，全长3100公尺，为民国97年建制以来超过15年。照明灯具因为当年使用量已过剩，日前修建已经将全线灯具进行汰换，中央木板也换成混凝土仿木纹耐久材，大幅减少修缮频率，提高使用安全性。目前呢，已经完成了第一工区及第二工区的开放啊，从世贤路一直过来到现在的新民路站啊，我们都采分区开放、分区施工的原则。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现在的环境啊，整体夜间的改善非常的多。我们包含高灯的照明、两侧线灯的照明，以及现在我身旁这个新民路的花架拱廊哈，它其实非常的有特色。那除了把我们的这个路口变得更亮、更安全以外，我们拱门的两侧也都有当时候曾经行驶在铁马道上的中油旧火车头，最早的是从民国32年日据时期就开始行驶的第一代 B2 蒸汽机关车，哎，包含最后一代大家很熟悉的有中油图腾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美制的车头，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不仅是环境的提升，也希望把铁马道的历史能够介绍给各位民众知道。像晚上的话，灯光的话，让人家心情很好。对对对，大家行行拢会较心情也很也比较好啦。对，嘿，灯啊大大啊，坐多啊亮亮安尼。对对对，二十多可以入景菜啦。啊，二十多呀，应该七月底也通啦。啊，二十多可以入景菜，哎，对对对。好，那七月底我们再到那边去给我们逛一逛，再参观一下。好好好。另外，第二阶段施工项目除了延续第一阶段的工作以外，更将新民路入口广场重新规划，加强照明和整体环境氛围。里站牌两边设有曾经开过铁道的火车头都顶。该市政府观光新闻处表示，第三工区南京路到红叶里站工程已经进入尾声，预计8月份开放通行。里面将上关心的变数有3座，分别在南京路站、重庆一街和道中镇边啊，预计10月份。开放使用。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别问我为什么停下来，好吃好逛又好拍，因为来家太好